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开箱的积木品牌是乐乐兄弟的迷你街景系列，它的代号是85376，积木片数总共是162 piece。这款积木里面主要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主建筑物，主建筑物是一个两层楼的运动用品店，那旁边还有附上一个小人。这款街景系列一共有八种造型，第一个是花店，第二个是音响，第三个是素食店，这个是卖场，那下一个这边的话，这个是素食店，这是咖啡店，运动用品店，蛋糕店，总共就是五以上这八种造型。那今天我们主要是组装运动用品店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动手组装这款积木吧。让我们来看看里面到底有放了什么东西。里面一共有四包积木，这一包是人仔，那这个做我们最后再来组装。那这一张是贴纸，那贴纸上面的我就不多说了。那这本是说明书，它的说明书比较简陋一点，就只有一张纸。不过上面都是彩色说明，每一片的那个颜色都有帮你把它标示清楚，所以整体来说看起来算蛮详细的。它的步骤还标示得蛮清楚的，一共有15个步骤。那它的每一包上面都有标示，像这一包的话是85376A， 大家看得到吗？那这一包是85376B， 那这一包当然就是85376C。总共一共有三包是主要积木的部分，那这个是人仔的部分，那人仔这个上面的型号是85376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这些型号其实对于你组装是没有什么帮助的，因为最后还是要把它全部倒出来。不过这款积木还蛮贴心的，还送你一个这个拔积木用的工具，让你手在拔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痛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所有的积木都把它倒出来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动手组装这款积木吧。
一楼的造型差不多就组装完成哦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组装到二楼的部分。这款积木一共就有两层楼，等一下我们再将屋顶盖上。接下来我们就会组装屋顶的那一只鞋子。好，我们来贴上，这就不说了。最后再摆上我们鞋子造型的装饰，就完成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组装这个正在玩滑板的人仔。这样就全部都组装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成品展示。这款积木一共有162片，那是由一个玩滑板的人仔以及一栋运动用品店所组成。运动用品店所用到的积木其实都是属于一般中规中矩的积木，并没有所谓的很复杂形状的积木要去做组成。所以这整栋组起来的话，其实对于各个年龄层的小朋友或是说大人来讲都是非常的简单，唯一就是里面有一些像小花的部分，它这个花的积木是属于比较小颗的，所以你在组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会需要用到比较大的力气，有时候会在压的时候会造成手会稍微比较痛一点。那整体来说其实这一款积木还是相当好玩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款乐乐兄弟的迷你街景系列，代号是85376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